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给 Yaris 换一个机油。Yaris 呢已经开了快3000公里了，然后由于是走合期，所以说我准备给它提早换一次机油。一般来说，这个车它的原厂 service manual 说的是10000公里才第一次换机油，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在走合期内给它多换几次机油，让这个发动机磨损下来的金属粉末啊这些能够尽早的换掉，所以这样对发动机会比较好。虽然原厂的 service manual 一般会推荐10000公里，像这个车有些车甚至有15000公里才换一次机油，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如果是像这些激烈驾驶的高性能的车，我建议每5000公里就更换一次机油，因为长时间激烈驾驶会保持机油比较高的温度，机油的损耗就会加快，而且高性能发动机对润滑要求高，机油质量下降的话会降低润滑的能力，所以包括像我的 RX7 啊，之前 GC8， 包括这个车，我都准备每5000公里就换一次机油。然后这个车呢现在跑了3000公里，是属于在走合期内，所以说我针对走合期就再额外多更换一次机油，我到5000公里的时候我准备再换一次。哎，你不是说这是买菜车吗？为什么现在又变成激烈驾驶的性能车，又变成5000公里要换一次机油，跟你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说的不一样？我们激烈驾驶去买菜，所以对机油的要求比较高，为了保持菜的新鲜。现代的新车发动机的工艺都已经提升了非常多，比如说像这个车，原厂介绍的是它出厂的时候就去赛道进行了，每一辆车都进行了测试，但是为了就心里舒服，反正多换一次没有害处。那我们先说一下在家换机油需要什么样的工具。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千斤顶，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jack stand， 就像这种支架。一个就够了吗？我家现在只有一个，但是我觉得一个就够了。那我们还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油盆来接废弃的机油，像这些工具都可以在 local 的 super cheap 啊 auto bar 这些店买到。工具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个把原厂的机滤拧下来的这么一个钳子，一般这个钳子挺好用的，我用的最多，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拧机滤的工具，但这个钳子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用的。然后你需要一些标准的 ratchet 扳手，然后一些标准的套筒，这些工具等一下我们把车底盘打开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尺寸的套筒，再拿所需要的工具。这一次我是购买的这款 Liqui Moly 比较新出的 0W20 这一款机油。其实我本来是想购买原厂的机油的，但是我打了几家 Toyota 的店都没有库存，而且要订很久，所以说我就购买了这个相同规格的这个机油。虽然这个机油是 0W20， 是这个车所要求的这个机油标号，但是这是一款比较新的车，所以它所使用的机油标准它是非常高的，并不是市面上所有的 0W20 它都可以用的。这个机油的机油标准是 ACEA 这个标准的 C5 级别，是符合这个车所需要要求的级别的。特别是这个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新车都是 0W20 这种低标号的机油，包括像86啊，新的 Supra 啊，但是这个车的机油标准是比86要高一级的，所以说你是照理说是不能使用86的那个机油的。这个是购买的原厂的 oil filter， 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原厂的 oil filter， 这就是图一个心理安慰吧，其实我也并不能感觉到它跟副厂的那些比较便宜的有什么区别。首先第一是这个车还在保修期，一定要使用原厂的机油，所以说我这次就够了。其实我一直都是使用原厂机滤的，包括我的 RX7 啊和其他的车，我都是喜欢使用原厂机滤，虽然它会比副厂的贵一点，但是就是图干净。其实因为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做实验去了解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自己买一些大牌子图个心理安慰而已。我 HKS 从日本买了，我 RX7 从日本买了一箱几十个 HKS 的机油，因为我 RX7 基本上3000到5000公里就会换一次机油，就是经常机滤对，但其实在手 RX7 也不开。很多人换机油的时候都会忽略了这个垫片，虽然说你使用旧的垫片并不一定会导致漏油，而且可能经常更多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漏油，但是为了这个心理舒服，我还是这次在买机滤的时候购买了这个垫片。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垫片，因为它是一个铁的，对，金属的，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像镀膜一样的什么类似的东西。好，话不多说，那我们现在给这个车开始换机油吧。首先我们说一下如何安全的把车架起来，然后我们要找到这个车的架顶，
像这个车的驾点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像这里有一个凸起的东西，金属的，就是这个车的驾点。很多欧洲车它会有一个胶块，然后如果没有胶块的话，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凸起或者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就很明显的就能找到。大家千万注意，不能架在除了这个设置的架点以外其他任何的地方，这样会导致车身的变形或其他塑料件的损坏。而且架的时候要注意，像这个地方你不要夹住这种塑料件，会把它夹坏，一定要把这个架点完全给置在这里。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车架起来。架点是架点是这样。还有个事啊，我建议大家在家里用千斤顶驾车的时候，记得把手刹拉上。这个的阻力是很大的，一般车也不会刮，但为了安全嘛，就是把它拉上。然后这个千斤顶它是需要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是有轮子，你驾的时候它是在往前走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点，不要把千斤顶卡在一个斜面上，一定要在平的地方驾车。对，所以说这个盘一般都是比较大，所以说驾的时候一定千万注意，不要在其他地方夹到那些塑料的件啊什么，会把那些东西夹坏。基本上你看样子一看就能看出来了，而且你的说明书上其实会是有的。为了安全起见啊，千斤顶是不能作为这个车的支撑让你在车下面工作的，需要这么一个 jack stand 来把车支撑住。这样才安全。但是像现在我们经常在家驾车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千斤顶已经占了一个架点，而前方只每四个角只有一个 jack point，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地方放这个 jack stand， 是个很尴尬的情况。所以我现在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把这个 jack stand 就轻轻地放在上面，然后我还是用千斤顶驾着车，但是以这个 jack stand 作为一个保险，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在车下面工作了。然后慢慢的把架放下来，好，像这边是一块塑料的，所以说我要特别小心，不要把它弄坏。所以说我现在并不是用 jack stand 来支撑，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保险，这样就算千斤顶失效了，我还有这个来保护我的安全。一定要小心。现在的车大多数都会在发动机下面有一个护板，所以说我们在换机油之前先要把护板取掉。我们先试一下把这个拿下来，然后看这个螺丝是一个十号的螺丝，所以说我们去找一个十号的套筒。十号套筒你在哪里？好，我们把这个拿下来了。哎，丰田就是丰田，你看这个换机油的螺丝就在这里，这是机油排气油的地方，然后机滤就在这里。然后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的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这个机滤就在这边你一拧，然后这个机油直接就会，如果滴下来的话就从这边滴下来，会污染其他地方。然后放油螺丝就在这儿，然后非常的方便。因为其实很多车它虽然设计这种开口啊，但你开口打开发现其实那些东西你根本都够不到，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拆下来。然后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把机油放出来，然后我们需要我们的机油盆把它接住，这个位置差不多。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几号的螺丝啊，这个是我猜它是十四号的螺丝，我们拿一个十四号的扳手。你看这个螺丝一看就是十四号的，所以说我们准备了一个十四号的扳手。机油滴下来会不会滴到我的箱子？还是往那个方向喷的，应该不会。安全期间我伸手啊，可以的。放好，好紧。我们换一个扳手。我们放机油前啊，先把这个上面的机油盖打开，这样它空气可以流通，它放机油的时候可以快一点，然后机油流得干净一点。就给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了，
祭出我的最贵的工具 Blue Point 的扳手。哎，你看，花了钱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方向，我这手可能会碰到机油，看看能不能碰到机油。把它拧开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直接拿下来，顶住它，然后这样，哎，我还是碰到机油了。好，我们先让机油留一会儿吧。没有，这个就像这个海带一样留下来了。其实通过黑和不黑来判断机油的这个使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因为机油用开500公里都会变黑的，总之是看不出来的。螺丝啊，给它拆干净。刚刚滴了一手的机油，我要检查一下这个螺丝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完全没有。哎，这个螺丝它好像是，它带不带磁性的？我试一下。它是不带磁力的。现在很多原厂的螺丝都是带磁力的，会吸那个金属渣渣。Aftermarket 带磁力的螺丝，说实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把它弄干净，那个垫片还在上面，等一下我们要把垫片拿下来。因为是在家里换机油嘛，我们有的是时间，我喜欢让这个机油多留一会儿，直到它里面的机油全部留得一干二净，再给它关上。但是一般如果在店里面换机油的话，像留到这种时候一般就给你拧上了，就开始加新的机油了。所以说我们在家时间比较充裕，我们就让它多留一会儿，机油可以换得干净一些，让它慢慢流。这个机油是多少量啊？我看一下。机油为可乐。我们看现在机油滴的怎么样。我们现在把垫片拿过来，这个垫片它看样子是没有正反面的。我们随手准备一块布在旁边，就是在身边以防万一。我们先把垫片拿下来。我操，这个垫片怎么还卡在上面呢？这可能就是那个蓝色的东西的用处。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工具，我们需要这个改锥螺丝刀，稍微顶一点。我操，我这边说一下，刚才我取下这个垫片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垫片它死死的卡在了上面，然后我用手是完全掰不动，然后我又不是很敢用锤子啊撬棍啊去砸它，然后怕它是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因为毕竟这种新车嘛。但是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大家都说就是这个原厂的这个放油螺丝它拧得非常非常的紧，大家前面也看到我换了一个更长的工具才把它拧下来，这个比我一般来说拧得要紧很多，然后导致这个垫片它就死死的粘在了这个上面，所以说就是用一把平头的螺丝刀，然后拿锤子这样一 tap 就可以把它弄下来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主要一开始不敢就直接用锤子暴力的方法，怕它有什么特殊的设计会把它什么东西弄坏而已。新的垫片给它放进去，然后我们先用手把这个螺丝拧进去几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防止这个直接上工具啊，或者直接用电动工具的话，大家经验不足，在家里拧螺丝啊会把这个齿给弄坏。我们先用手拧几圈，然后我们拿出工具。紧的时候呢，我不建议使用我刚才那种很长的工具来紧，因为你这个力矩很大，会导致这个地方 over tight。 所以说我一般个人的习惯，因为我的工具都是固定的嘛，我个人的习惯我就是拿这么一把长的工具，拿在这个大概1/3的地方，然后把它紧上。然后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也可以使用扭矩扳手，然后按照固定的扭矩去紧它，但一般来说我们不是没有这么大的必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壳它是一个铁质的底壳啊，它是可以拧比较紧的。然后如果是看到很多其他新车的话，有些欧洲车什么都是铝制的底壳，铝制的底壳的话它的螺纹，大家知道铝会比较软，它的螺纹就比较容易滑，所以说特别是铝制的底壳，大家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拧太紧。但是铁的强度比铝的高啊，但其实也是我说说而已，对这发动机具体设计可能他们都是工程师都会计算好，差不多紧就可以了。就是如果你用这种距离去紧的话，你再怎么紧你也不会把它拧到爆的，所以就比较安静啊。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oil filter 给它取下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会有可能会滴到这个上面，所以说我们为了不把它弄得到处都是油啊，我先把这个地方垫一块布在这里，干干净净，自己的车就想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我们把这个机油盆也拿过来，因为你拧 oil filter 的时候，它里面也是有机油，也会漏出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工具，给它夹住，也是一样，给它松的方向。机油马上就要出来了，这就可以用手了，已经松开了，这样好了。好，我们先让机油流一会儿，再把它机油取下来，先松开一半，让它机油流出来。然后我们再拧大一点，流不流点，然后把它们完全取下来就好了。哦，好，又弄到手，老司机翻车。我们追求的是不脏手换机油。哎，你看这个原厂的机滤，它上面已经抹了油了。嗯，这我还第一次见到，之前买的那斯巴鲁的都是没有的。一般来说，我们会抹一点机油在上面涂一圈，这样它的密封性就会更好。因为这个机滤是不能用工具拧，拧的时候就完全是靠手拧上去的。但是它这个原厂上已经抹了一层油了，我就不给它再涂一层油了。这个姿势好别扭，拧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螺纹正确。我把上面的机油擦一下，它不会滴下来。然后我换一个姿势，可以用这个机滤就完全靠手拧，拧到基本上你手拧不动了就可以了，因为你手肯定是不会把它拧爆的。好，没问题。好，现在我们下面的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然后我拿布把它都擦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滴下来的油啊什么的。我们这个因为是新车啊，所以说我们就不去做什么检查了。像一般来说给车换机油的时候，反正你工作做到哪你都会检查到哪，因为这个还是新车，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检查，也不会有漏油啊什么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底盘的盖子给它关上。总的来说，这个丰田的车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你设计的这个窗口非常的 好使用。很多欧洲车啊，它虽然也会设计这种窗口，但是你打开还是没有用，还是啥都够不到，没有意义。拧这种护板的时候啊，先把每个螺丝都挂上去，再给它拧紧，因为有时候它这个活动空间是很大的，你可能这边拧紧了，那几个螺丝都对不上，然后你又要松，就很麻烦。所以说先把它都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这样拧的，就减少自己的麻烦。像这种护板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这车漏油的话，你是在地上是看不见的，这个油都会流到这个护板上，你只有在换机油的时候打开它的时候才会发现。但这个是新车，我们不用担心这些啊。在很多老车这些护板时间长了都是七七八八的，但其实这个护板是有用的，它是，首先它是防止这个就是污水啊那些灰尘啊直接冲到发动机上，而且它对散热也是有帮助的。这样它的空气从前面进去，然后它可以从这边抽出去，它这样有一个抽气的这么一个效应。所以它其实这个护板对车的散热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把它罩住就不能散热，它其实对这个空气的流动是有控制作用。这个车我记得是它那个 Rally Edition， 它在下面会有一些开口啊，帮助起雾空气要从后面排出。那这种螺丝啊，就不用给它拧很紧，随便拧一下就行，就握在扳手的头上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拧。那我们车下面的工作就结束了。我再看一下这个车上面设计，护板包裹的还是挺不错的，包住。然后现在我们把车放回地面。像这种地方注意一下，垫一个毛巾，它也不会刮坏漆。慢慢的，放回地面。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加机油的阶段。翻了一下它的说明手册，它是4.3升的机油，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机油的尺，就看着这个大概可以估计一下你加的机油。
但还是要最后还是要用这个机油尺看一下。我习惯在这个旁边啊，先拿布把外面的灰尘都给它擦掉，以免你到时候工作的时候那些灰落到发动机里面去，对发动机不好，剁掉。然后我在这边垫一个布，就以免加机油的时候这个机油滴出来翻车，滴的到处都是，恶心的一批。好，我们现在加机油，没有漏斗，这个叫没有漏斗的话就要看手了。徒手加机油，哦，哎，这个还不错，还是可以这样拿出来的。哎，这个德国产高级。之前我用那个 Panright 机油，它上面会自带一个漏斗送给你的。哦，我也是，我也是，挺方便的。那如果你用漏斗的话，一定要记得每次加机油之前把漏斗上的那些灰尘啊擦干净，因为漏斗上你之前倒过机油，它很容易沾那些灰、那些沙在上面，一定要给它擦干净再使用，不然那些东西都要发发动机里面去了。好的，哇，我还倒出来了，没事，等下擦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垫块布，就这个道理。你就有点预感到你肯定会倒出来。对的。哎，好烦啊，这个一朵一朵的废药。变速箱油也是一样的道理吧。变速箱油它有变速箱加油的地方，一样的道理，下面是有个放油螺丝。之前有个段子，有个人把机油放掉了以后，然后他在上面加机油，然后那机油满出来了，因为他放的是变速箱油。因为有些车它变速箱的放油螺丝和机油的是很近的。为什么倒出来那个废机油那个颜色就像巧克力呢？那燃烧的会有碳在里面，它混合就变黑了嘛。像变速箱油它就不会变黑啊。哎呀，我的腰啊。好，我们看一眼，然后把这边擦一擦。2、3、4、5。再加一点点。OK 了。那边透明的。那油已经加够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加了差不多到那个刻度了，我们先把它发动一下，看一下我们发动车就发动两三秒，那机油开始循环就可以关掉了。好，我们去看一下机油循环起来，然后让那个机滤里面也充满机油，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出来实际的机油量。把它拔出来擦干净。嗯，看这个上面会有两个标识，每个不同的车可能方法不一样，但一看就能明白，就是这个就是 low point， 就低于这个就是不行了，车就不能开了，一定要加。这个就是高点，就高于这个也是不行的，机油也不能加的过多。然后在这之间的一般都是 OK 的。把它插到底，然后拔出来。我们这时候机油啊，它才到还没有到低点呢，我们再加一点。其实这个高到低啊，它不是说不是按照整个这个机油量的比例，它可能从这到这就只有两三百毫升而已。我们让这个机油流下去，流一会儿，从这儿流到机油底壳要一定时间，你看，我们加了一口，已经到两个点中间了，这其实就可以了。有时候你看两面的话，以低的那一面为准啊。我们这面比较低，机油明显也到这儿，然后再给它加一口，我们就可以了。这个车又没有烧机油的什么这种问题，就无所谓了。像 X7 我会稍微多加一溜溜。机油盖子给它盖上，我们的工机油就算换完。这个用手拧上就行。里面看一下，其实新车也没什么好看的。好了，
我们这个机油就算换完了。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换机油并不代表保养的全部。如果是普通的保养的话，有许多东西都要检查，比如说像这个刹车油，然后空滤，然后我们的这个 coolant 冷却液都需要检查，包括一些visual 就是眼睛看的方面检查，就像看一些这些水管的老化程度啊什么的，有没有漏油啊，这些皮带有没有一些裂纹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检查，很多东西都需要检查。然后说一下这个旧的机油怎么处理啊？机油这个东西是对环境非常有害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把它直接倒到下水道里面去，但是我们理论上是不能把它直接倒到下水道里面去的。就是我一般我的方法是呢，上一次换机油剩下的这个机油桶，这个也是不知道很久之前换的什么空桶，我会把这个机油倒进去，然后把这个桶拿去我朋友的店里面给他们有专门回收机油的这些集中的这些桶给它倒掉。没有这方面资源的话，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机油送去每个区都会有那些废品回收站，他们也会收这些废机油，因为这还剩下一些机油啊。对，因为剩下的机油它是还是比较新鲜的，虽然我们已经开封了，但是如果之后像车如果有些烧机油的话，什么都可以用这个来加，就作为备用，然后直到我们下一次换机油，那肯定放了很久，所以我就把它倒进去把它扔掉了，就我现在先放着，等到我下一次换机油，那个下一次的废机油就会倒到这个桶里面。像比如说像 iX7 这种车会烧机油的，我经常要加机油的，你每次买都是5升，你实际用一般都是大多数车都是4点几升，所以说你总会剩下这一些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的高尔夫啊，这些奥迪啊都会烧机油，所以说我们就会需要剩下这些机油，在合上引擎盖之前最后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工具啊丢在这里啊，盖子有没有拧好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稍微眼睛看过一遍，确认无误了以后，咱们就把机盖给盖上好了。